规停车会被开罚单，不过你以为你规规矩矩的把车停在停车格里面就没事了吗？哈哈，那可不一定哦，快来看好戏喽。而听说这间卖场什么都有啊，我一定可以找到我要买的东西哦。你要买的东西是一定找得到，不过等你买完以后啊，你的车子可就找不到喽。来来来来来，整人大队出招喽。哎，我要买的东西是找到了，不过我竟然忘了带钱了。哎哎，我的车呢？老婆叫我出来买卫生纸还是卫生棉，我怎么傻傻分不清楚了嘞？哎，不会吧，刚才我的车子不是停在这里的吗？怎么会不见了？莫名奇怪。忘了带钱就算了，为什么连车子停在哪都忘了？哎，你有看到我的车吗？还是我木舟脱窗没有看见呢。难不成我是搭公车来了吗？我的车子停在这里怎么不见了？关我屁事哈。新车上路第一天就失窃，这种鸟事大概只有我遇得到啊。先生你不用紧张啊，现在只要你保持冷静面带微笑，你的车子啊自然就会出现喽。哒啦，你看吧，我说的一点都没错吧。